但是这是什么？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当上天给你关上一扇窗的时候，有可能打开一道防盗门，对不对？是。不能做一个偶像型的载歌载舞的女歌手，那没准你可以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啊。转行了，现在是一名二人转演员呢，女喜剧演员。然后陆续就录了几期什么喜剧类的节目。然后呢，去年还有幸参加了春晚。我有刻意问到这一段吗？但是三审都过了，连排被秃噜下来了。哎，那你得好好给大家讲讲。虽然说我就是一个小助演，因为我前辈那么多，我也是经验很有限嘛，但是我觉得能站在那个舞台上，我就特别知足开心了。